假的，我看到我还活着、欸。我的确是看到你死了、啊，我看一下。对啊，你死了，东西都喷出来了，你的东西都被我吸收了，你还有一个力量药水。吸啊吸啊 吸, 啊 吸, 啊吸啊！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原木。太惨的啦！还要负责吸纸片的尸体，捡尸。我这个活动背包没有用处啦、嗯。有啦，有用啊，很有用啊！我先帮你捡尸回来了。有东西突然变多的感觉啊，又可以放木门了。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好多东西哦。为什么纸片你会带一些花回来，花下来啊？会有效吗？可以加在水里。我还有45分钟要混。等一下，我先痛苦，先上去了。这你确定这样子用会比较厉害？不确定。加油。我老实说，这样子我这里绝对不是这里。还没有任何会被我弄掉的感觉。我感觉就这里，这里应该可以。弄不掉了。就是你就是一堆鱼的那个地方，对不对？一堆鱼的那个地方才是我们要突破的，是不是？我觉得，我觉得没有其他地方啦、啊。这里，可是，一堆鱼的那个地方，我看了也没有其他路哎、欸。还说哪个地方是可以往下的？我在找，难不成真的要用挖的？用挖的吗？可是我们在可能吧，不可能啊！这个海底遗迹长得好怪哦，总不可能用什么挖掘加速吧？挖掘加速药水，有这种东西吗？没有，我应该最多只有附魔吧？你就只能附到效率三啊，跟他拼啊！他减是也是减三，所以是变成原本的样子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是很慢。没有吗？他的比较强。这什么都没有哈、哦。对，他的比较强。Boss 的比较厉害。对。纸片究竟有没有挂？我应该是死掉了啦。只是我的灵魂还留在这个世界上，可以看到秋风的残影。我看到你回家嘞、欸。我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死啊？我看到风破也回来嘞、欸，我令人感动。哇，你怎么？你是地柏林是不是？好像是30分钟前的状况。那我还看到你拿了一片牛肉啊，还是羊排？看起来是羊排。我现在已经不是拿羊排了，我卡到一个中间的地方了。我看到风风拿到优质鱼肉的成就。我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感觉没有啊，没有。哇，杀怪了！杀怪了！冲啊！是不是有其他入口啊？其他入口吗？你刚不是从后门出来吗？从这里，哎、欸，这里有机会。哦，这是上一次砍到一只的地方。哦，我终于死掉了。你终于死掉了，这是上一次砍到一只的，所以不是这里，要去其他地方，去另外一边看看好了。看来只能走这里了。完全不了解现在这里是哪里，去对面看看，找不到啊！滚，不要老是打滚。莫名其妙中，补一下补一下，又是放门的时候了。我觉得前面可能会有。我要继续往前冲咯，冲吧！我觉得我的门可能会不够，别啊，死翘翘了！哎哎、欸，要死了要死了！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！哦，还好没事没事。好，这是到哪里啊？提醒好多次，上面我知道上面啊，上不去啊！你为什么不直接说要怎么上去比较实际一点？一直跟我说上面哦，这个邪恶，它在我头顶。这里有，重生不了。哎呦，重生不了！可恶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哦哦，不妙，不妙，躲起来。
我觉得不太妙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门口往上挖，那个要用挖的，我觉得用挖的不太正常哎、欸。对、啊，我觉得照理说不应该是用挖的才对啊。我也觉得，可是好像大家都叫我们用挖的，用挖的就要超久的啊，神经病才在挖、啊。我摆明了就这么讲，神经病才在那边一直挖。地板门贴墙上，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子做不了地板门。他有其他入口吗？他有一个遗迹有其他入口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查 wiki。不行，我现在没血，要吃金苹果。现在还好，现在还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撑一下，先不吃。喂喂喂喂呦！有很多鱼的上面，有很多鱼的上面，我看完好像没有什么路哎、欸。对啊，不用挖。所以那一个，我在这边绕一下好了，把这边绕完，没去过的地方都绕一下嘛。没有门，表示我们还没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嗯。哇，差点就死鸡的味道。确定有四？确定有三只王吗？确定，保证有三只。确定哦，保证有三只王。哇，我被打了。莫名其妙、啊，我这里没看到哎、欸，有一只正在很上面嘛，对不对？我的血差不多快满了，可以冲出去哦。啊，爽哦！继续的努力。啊，我还是去找你们好了。观众就要忍受那种音效摧残那种感觉，其实音效摧残还要忍受我按猫猫的世界，按猫猫，我的门快要不够了，没有办法随便的这样放了。嗯，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？我就什么都没看到。我现在有看到一堆鱼啊，这很特别吗？哎呦哎呦哎呦哦！这已经看了快两小时，你看到了？我看到一个路口，我看到一个路口。那其他的路口吗？可是他那边又很麻烦，就是你们要过来我这边，我看到。你在哪里？我目前没看到你。等一下，我先把我这边应该推完，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啊，你已经接近了吗？我接近了吗？真的还假的？我看到 ID 了啊。看到我的 ID 吗？对，这是你蹲起来的 ID。我刚刚没有蹲啊，我没有蹲下来，我被后面凤凰偷袭了。难道你们也延迟了？没有，那个太暗了，看不清楚。哦哦哦，没有药水，快要。我觉得我们就要做一整批的药水、欸欸，一直喝，一直喝，一直喝。喵的，这次好邪恶哦，好暗哦，我也觉得好暗哦，超暗的，这里又不能插火把。哦能插我也想插，这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在我隔壁嘛，我跟你现在是隔着一道墙的感觉。我跟你隔了一道墙哦。对。你在，我在你隔壁。没错。我们天人永隔了。继续往前啊！我剩16扇门了。啊天哪！你剩16扇门，我不是给你一大堆，放在箱子里。哦，哦吼吼，说你用完了，没这么快了。喂喂喂喂，不要这样子。大家有看到什么吗？带一颗鸡蛋去找你们啦。哎、欸，我绕了一圈呢、欸，结果好像没什么发现，也没有看到路口。什么屎都没有吗？对。不时在这边做一些哦，天哪！防御阵，你们不过来吗？我没看到啊，我正在找。等一下，我绕一圈就回去了。我还在延迟，我马上就过去。风破，你要先打吗？你有看到路是不是？我看到一个，就是我们没有走过的地方，空空的。哎、欸，我找到王了！你找到王了？哎、哦欸，我没有门呢、啊。有王！等一下，我们过去。你在哪里啊？哦，我没有门欸，可恶！等一下回去了。我死等了。我找到网。
GG， 竟然没有门。GG， 他在我下面，怎么会在我下面？我找到了，没有门呢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有王没有门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个往上的地方、欸，哎，哎，这么神奇，莫名其妙。我要自己去挑吗？你在哪里啊？我看不到你啊。我在有我们第一次打王的地方的外面，绕着那个另外一边走。你那一次是打右边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另外一边的左边绕了一圈，然后就看到了，看到一只王。还是我先走回去。你找到中途，然后我带一些食物过去给你。好好好，我竟然弄到没有门，太惨啦！太惨了，太惨了。太惨啦！我们能不能做出一些海灯笼出来了？我看一下，这边有53个海灵碎片，然后海灵碎片还那个海灵晶体比较要比较多。啊，我们海灵晶体只有9个啊，九个只能做一个海灯笼出来而已。你被杀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会这么攻击？紫片我死了，对，我死了，我看到我还活着，好恐怖、哦，好恐怖、哦，就是那个，咦、哦，天哪，我被从后方偷袭哦。可恶 ！Yes， 哇，嗯，可恶！哎、欸，我的船被人侵占了。纸片是不是你？不是我、啊，哪个床？哪个床啊？就在上面那一个床。上面没有啊，没有碰那个。那就是风破侵占。可是他不是在楼下吗？有鬼！有鬼！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大概知道在哪里了，不好找，那个不好去。哦，我打开箱子了。对，好麻烦哦。我觉得找到都很不容易耶。喵的很麻烦的。我去。可奇怪，我那个有贴出来的时候，一直有人跟我说这个月光板连白天都会亮，可是现在它白天呢、啊、没有亮啊，发生什么事情？没有亮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你们为什么要骗我？观众什么时候有诚实过了？你现在是在你现在说的地方，就是我们之前然后那边晃一晃，然后发现很多海绵那个地方吗？不是，还是说之前我们一看一堆鱼那个地方？也不是，那是哪里啊？是上一集打的。上一集，我看到风波回家啦。我收一些南瓜，做一些南瓜灯过去好了。我应该不用带什么东西过去吧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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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齁，那我做一点南瓜灯。滚滚滚滚，又吓又打死了一只，感觉我很嗜血。之前的白天有亮，是因为它太阳刚升出来的时候，它还没有消失。做南瓜灯，记得关门啊！卡住了。做四个南瓜灯可以吗 ？OK OK， 做都做都做。我只是在思考接下来要去哪里、啊。你在思考人生的方向是不是？你人生漫无目的吗？哦，我找到第二只了。大大不妙！终于找到第二只了、嗯，没有门，带、哦、的门不够多。我以为我会找死的快一点，所以我就没有带门。我先。哎呀，哎呀，门这么多嘛，对不对？哎，下次多带一点。失策，失策。延迟还可以玩这么久，我也蛮佩服我自己的啦。等一下，你们现在观众很烦，现在是观众很烦吗？没有，观众很烦，是因为那个的关系，还是说是因为一直打这个？不晓得、欸，不管啊，我很爽、啊。就不要理他们啊，就玩自己的就好了。我们这样子不行啊，我们是娱乐型的。你说的是我们的进度很卡，还是说我们的？我们要带给观众欢乐的。纸片唱歌，欢乐啊！我不会唱歌。纸片跳舞，纸片我不会跳舞。那你要干嘛？你不是娱乐型的实况族，这些都不会。你没看到我一直，你没看到我一直死吗？我死这么多次，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？好啦，很棒啦，很棒棒，好不好？棒！我现在要全黑了。哦哦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出来了。这里吗？回到重生点。